我们应该没唱过这种，你知道，小巨蛋讲不到我们就好像是你签的、啊，走啊！我就已经在我在富士山对面跟你讲话了。Hello， 黑狗看到最大，哎，很多人哎，大家多一点。我今天吃君悦排骨，然后他还加了两碗饭，很贵。哎、我们好像抵赖时间了。好像是。他推什么？那我们就马上，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下一首是什么、啊？等一下，我要听掉。下一首歌叫《大家都脱去的丁我爱你》。乖。